家好，欢迎来到班主任大眼睛看有号小孩频道。今天班主任要分享近期参加一场由教育部举办的108课纲高中学习历程档案暨110年大学考招变革说明会的内容，与全班观众做分享。这集主要在讨论学习历程档案的重要性以及未来的准备方向。关于本集内容会分为四个部分来做介绍，第一个部分为什么是素养导向，第二个部分为为什么要有学习历程档案，第三个部分学习历程档案为什么越来越重要，第四部分为总结。关于这集，班主任觉得对目前在学的学生以及所有家长都非常的有帮助。就高中生而言，可以更明确的知道学习历程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准备，而国小国中生也可以开始提早多多探索自己的兴趣与特长，为自己的未来早点画上人生的蓝图。而家长端也可以借由此集开始改变一下传统的思维，更清楚的了解如何帮助自己的小孩准备未来的人生哦。第一部分，什么是素养？素养是外显的行为，根据大园高中校长解释，有很多的知识不见得会用到，例如大家都知道不要闯红灯，但是遵守而不去闯红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有鉴于此，素养不能只单于纸上谈兵，而是外显的行为能力表现，这是在实际情境中可以表现出来的真正能力，也就是在平常所学碰到的问题真的有能力能解决问题，而非流于书本上的知识。而素养的培养主要是靠情境的课程设计，让学生一点一滴的培养。以前的教学都着重在学养而非素养，学了很多的知识，但出了社会呢，其实都无法使用。但现在社会需要具有素养的人才，能够解决问题，而不是做笔记的整理，要有自己的思考。说到这里，素养能力的培养真的是目前教育所需要努力的目标。第二部分，为什么要有学习历程档案？以前的教育都是以考试科目分数的高低来判断这个学生富有多少的学养知识，也就是所谓的量化资料。老师上课教学，学生抄笔记，考试得高分。但相较于量化资料，看着学生如何成长，并实际参加情境活动取得的素养能力，让大学教授知道此学生是否具有面对真实情境展现的素养能力，因此质化资料取得更为重要。在素养学习的过程中，表达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学生要有办法将自己的所学呈现出来，而非只是 ABC 的选项作答。也因为素养的训练和传统的学养训练完全不同，也因此有了教改，有了新课纲，而学习档案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取得质化资料。而在当天，大园高中的校长也说，新课纲是提倡以学习者为中心。所谓的学习者不只是学生，老师和家长都是必须学习的对象。毕竟在班主任那年代，跟现在社会所需的知识是完全不一样。老师必须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设计情境素养的课程给学生，想要陪着小孩去学习，并发掘他们的兴趣与天赋。这样学生未来才不会茫茫然，对所做的任何事情不会到时候说是大人叫我去做或老师叫我去做，对未来没有任何想法的窘境。另外，讲座中有强调，学习历程不见得一定都要呈现最好的结果。教授们有时候也喜欢看到失败的案例，但学生要告诉教授自己在这些失败的案例中所摄取到的知识，学到了什么，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失败的学习经验是可贵的，鼓励孩子探索，从情境中培养素养能力，不再用旧有的观念来主导小孩的未来，是学习档案最大的目的。第三部分，学习历程档案的比重以及学习档案为什么越来越重要。我们先来看111学年度的学习档案一览表。在多元表现中，自主学习计划、就读动机、未来学习计划与生涯规划占最高的比例，其实才是社团经验以及特殊优良表现证明。看到系部采取的学校，不难发现呢，现今的大学希望收到有思考的学生，知道自己的目标与方向，而非收到因为没办法，我分数刚好考到这里的学生。以目前招生作业主要入学的管道有四个，第一为特殊选材，第二为繁星推荐，第三为申请入学，第四为分发入学。根据大中的申请入学备审资料，可以在学习历程档案110年的大学联招会规定下，可以大于 50% 的
占比，但也不能少于 20% 以上的比例。也就是说，当大家第一轮优秀的通过学测的占比也不过最多 50%， 有时候可能更少，但学习档案的比重却可以超过 50% 哦。第四部分总结，现今社会期待具有素养能力的人才，因此呢，教改的声浪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利用提高学习历程档案的比重，因应社会的需求，班主任看来是非常好的教改方向。虽然补习班的存在呢，是提高学生的学养能力，加强课本上的知识，让学生通过考试，但这真的只是教育中很粗浅的一环。唯一自己教书十几年来，甚至碰到现在的学生，也会有对自己未来茫茫然的状况，不知道选择什么科系，以及对自己的兴趣一无所知。在这个部分啊，班主任认为，单看高中教改的学习历程档案加重比重，是无法达到教育的目的的。而这个部分呢，应该从国小国中就应该要让学生们去广泛探索自己的兴趣，而不是不断的写考试卷及评量。坦白说，以补习班老师的状况来讲，给学生写评量及不断的考试啊，其实是最轻松的工作方式之一。因为老师就坐在那边要不断的批改，学生错太多就骂一下，就讲解一下。这个部分啊，在备课上尤其明显。但这真的是补习班老师很无奈的地方，因为国小国中的考试啊，目前的考试方向跟教改没有改之前是一样的。家长们看不到学业成绩的进步，就会想换补习班。而暑假努力设立的情境式的课程啊，营队课程，家长也会觉得费用上偏高，因此呢，认为小孩啊可能就只是去玩一下，并不值得啊付这么多的钱去让他去探索。总之，整个教改之路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整个根深已久的老师以及家长的观念，以及可行性的作业处理都必须要调整。这需要我们在未来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让理想变得可行。最后还是要工商一下，永浩每年的寒暑假还是很努力的排出主题式的情境课程，让学生们结合英文并探索自己的兴趣。今年2022年复仇者联盟的寒假冬令营已经开跑咯，目前确定开放两班，名额只剩一位，有机会看到此影片的幸运家长到永浩报名说最后名额享有优惠，可以说是因为看影片而来。最后，想要在英语学习道路上不孤单，欢迎加入我们永浩的大家庭。那我们下集见咯，拜拜。